这个活动是一辈子的，只要来电打卡就送你一杯沙。好，我看一下我们的有没有特别看哪一位摄影师的，还是都 OK？ 好，有要拿彩球吗？好，不要 OK。那你们等一下看一下最后一次哪一位摄影师没有叫的，等一下彩球留着请他上来跳。好的，那感谢大家和所有和平又祝你给变好。今天是我们 One Bistro 文餐厅晚盛大开幕，那我们的活动呢会持续到我们下午3点。那是我看短线的位呢，跟大家来说一声抱歉。那也欢迎呢大家呢有空呢能够到我们 One Bistro 餐酒馆，我们呢一到日每天晚上的10点到凌晨5点，那我们的最帅气的老板，我们的小卢等着大家一起来喝酒哦，好不好？看一下谁可以把我们的小卢灌醉的，好不好？小卢说他这个千杯不醉，从来没醉过，高雄的酒国英雄就是他，看谁有办法把我们的小卢灌醉的。那呢也邀请呢大家呢能够呢好朋友呢一起来，真的是里面店里面的装潢超有质感，